很多人都不知道芹菜炒肉是先放芹菜还是先放肉。今天跟我学，让不爱吃芹菜的人都喜欢。整捆的香芹先切成段，一定要选这种带肥肉的五花肉，切成丝。肉丝切好，加一小酱油搅拌，姜蒜小米辣爆香。一定先下五花肉，煸出肉的香味，再下芹菜，大火快速翻炒，一勺盐，半勺糖，这样既能保持芹菜清脆，又能保持肉丝软嫩。出锅前再来一勺葱油，这样做出来的芹菜炒肉绝对下饭。朋友们，如果觉得对您有用，请给老麦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